经迟到的男明星。王超，你累吗？雅婷精彩的接球做早了。我觉得我还可以，就是这个机器人老是发在这个球边上，所以我老是没打准，就是怪这个机器跟球台，不关我的事。哇，累！那就从现在到未来吧。我们来兑换这个中秋，然后它就转过来。恭喜你拥有了一个中秋，谢谢中秋。可是你没有小彩蛋，你看我这个有个小彩蛋。今天有个看不起。天涯共此时，今天是中秋节，餐厅有这个猜灯谜。这个是英文的，姑娘说话真和气。前乒乓球国手，光棍一条是什么？你的这灯谜是什么？双手赞成，打一体育项目。我们去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马龙是吧？对。这是什么？这里面是金枪鱼。那我也要小灯吧？还有什么字的吗？我爱富贵顺利。他们两个加起来就是顺顺利利。真混进来了！笑死了！快闯祸！啊！我姓王，继续，只会这一句，就会这一句。有个博主，他专门做了一首王祖鑫的《我姓王》。和平原恒犹如不落的朝阳。我们要进场了。没事，走就行了。谁眼高吗？你是？小心眼就行。